我们看啊，他说 log 以三分之四为底三的对数哈，介于两个整数之间啊，那么这个整数呢 n 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哈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就换底啊，因为我们常用对数比较熟悉嘛 ，log 哈三，啊这是 log 三分之四就等于 log 二，log 四 log 四就是二 log 二。啊，减掉 log 三，这样子。那 log 三我们知道是0.477嘛，0.477。啊 ，log 二是0.311啊，这是0.477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算一算，算一算的话呢，这是。0.4771除以括号二乘以0.301，它减掉呢0.4771，括号等于3.82，那3.82小于4啊。它大于3，所以这 n 等于3，